杭州亚运会开幕进入50天倒计时，亚运系列主题宣传片的首部作品《亚运寿杭州》正式的上线。短片呢将体育与文化融合，希望展示亚运以及杭州的独特韵味。亚运寿杭州是一支由丝绸刺绣制作而成的定格动画，用千余幅丝绸绣绘出体育亚运的故事。短片以一名跳水女孩为开场，在自然山水的映衬下，少女从跳台一跃而下，泳池里溅起的水花化为海上翻涌的朵朵浪花，一场奇幻的亚运之旅就此展开。伴随桂花飘落、绣球翻滚、蝴蝶飞舞、花游、帆船、攀岩、排球、街舞等10余个体育项目在亚运城市中渐次开展。杭州、阜阳、绍兴等地的多个竞赛场馆相继亮相，在《富春山居图》《菊丛飞蝶图》《瑞鹤图》《千里江山图》等多幅宋代名画营造的背景下，短片将体育与文化融合，希望展示杭州这座千年古城的现代活力。接下来，亚运 Go 杭州和亚运 In 杭州将在亚运倒计时的重要节点依次上线。凤凰卫视孙伟健、刘家浩，北京报道。